最精彩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啦！今天我们的来宾啊，种了这么多，都打扮成狗的样子啊，是好可爱，很热闹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今天呢，因为狗年行大运嘛，而且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就像过新年一样，我今天特别带来了几只狗狗，他们有专业的表演。哎呦，来，我的伙伴进来。哎呦，来，你的伙伴是这个还是他的？这一组。哎，边境牧羊犬呢？是，全世界最聪明的狗狗，全世界智商最高的边境牧羊犬。是，哇，好，那叫什么名字？叫奥卡内。奥卡内，钱呢？是。还有几组表演哈，来，你也可以表演吗？握手。好。握手。好。来，再握手。嗨，握手。哇，该不会拍我了吧？没有。就这样叫特别啊？小可以。是，对。再来，我们渐进式的高难度。对。现在呢，他要来表演趴到我身上。好，因为这一只比较年轻啊，我让他趴到我身上。坐下。你好。啊，这也是边境牧羊犬啊。是。又换了一位朋友了。请问一下，他叫什么名字呢？欧弟啊，老婆弟了。欧弟，大家叫欧弟。好，你乖。好了，坐下。那我现在要趴了哦。现在欧弟表演趴到谢欣身上。来。趴上去啊！趴上去，这个有什么好表演的呢？这是第二难度的动作。对，第三难度的动作呢，我们要请它的主人呢躺在地上，脚举高，它跳到它的脚上，然后跳到脚上。这个稍微有点看，这个就难了。来，脚要抬起来吗？上，来，上，养了一只神犬啊，我养一只叫龙龙啊，龙龙，今年3岁多了，哇，食量很大，一天吃4份牛排啊，那肯定是一只蛮大只的狗，大型犬，它可以表演功夫多了，龙龙，来，你看，要站立，好，右手。左手，你是体罚，左手，来右脚，他好像不在听你的话，右脚，左右啊，左脚，你看我的狗狗怕它冷还穿鞋子了，啊，真的，来扑下，好，翻滚，翻滚，翻滚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起来。好，你刚刚表演什么？握手又做，来，握手简单嘛。还有起背上很容易啊。来，那个江正凯，趴着，来骑到背上。是你的狗吗？怎么不骑你？我的狗很亲近，谁都可以。来，趴到人家身上。来，站身上，像刚刚那只站身上，来站，骑上去。送回去好了。不是，哎，不要这样。这个狗狗都是很大型的呀。对，它还是蛮听话的啦。是。那刚刚人家表演的，它也算都会啊，它也爬上去啊。对啊。来，你狗狗可以跳那个龙门吗？可以吗？来，这叫嘟嘟啊，它是边境牧羊犬啊。那它可以越龙门吗？越龙门啊！来，试看。来，狗越龙门。多多跳。
来给他看，给他一边一边。你看他刚刚还有一只脚踩到，我们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他也不会踩到，来，他不会踩到吗？来试试看。哎呀，方爷，右转，还有跳肩的。这是狗心机很重哎呀！刚刚前面为什么不表演？老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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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业的这个，老龙，你刚刚看到没有？他转三千，你也转三千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因为这个要龙门更三千，三千吗？对对，更三千，当然一个，三千了，三千。你弄了，头套掉了，还能看啊？喂，你自己来试试看，转三圈也掉得过去吗？来，欢迎新龙。哦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新龙。哎呦，辛苦了，一开始就给我们惊喜，满头大汗的。刚过完年呢，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晚年啊，祝福大家。狗年财运通四海，哎，生意兴隆打三家。啊，大头娃娃来报道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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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OK， 好，啊，你看我这狗狗很厉害吧？我们表演转三圈大头娃娃。请问你们是牧羊犬协会的吗？我们是一群爱边境牧羊犬的。边境牧羊犬，对，是是。那我们表演，当然那种狗狗很专门，很会接飞盘。哦，飞盘。来来，你来一次狗表演。我们来看一下接飞盘。来来来来，我们来看看狗狗来接没有飞盘。我看你。哦，我看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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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圈之后，好厉害，好敏捷哦。我打篮球很厉害，打篮球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，快点跑。想到篮板，哇，速度快，好敏捷啊！一直在那过，来，过过过过过过，跨下一球，哦，变成这样了，防守很厉害，防守很厉害，哎，对，防守，结构抓得刚刚好。是啊，哦，迅速灵敏。你看他防守的时候，两只脚移动。是是是。哦，哎，这边金木羊犬是最聪明的狗狗了。是，没错。看护真是飞盘呢。是的，来，你要想要抢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要抢到？我们我有子弹。他速度很快。来来，你放吧，你放吧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跟他聊天，你跟他聊天，你跟他聊天。趴下，等等，等等，来摸摸。等一下，来，弄弄。连他抢都抢不过，坐。等等，我可以跟他玩吗？没有，原地。刚刚我讲很简单。哎呦，注意一下，对对对。哎。有一点，他更会就接了抢劫啊！他很厉害，厉害。所以我们这一关的游戏是从狗狗那边抢到飞盘就1000块嘛？对，可以啦。那个灵敏度，我们是转圈啦，是鱼跃龙门的。鱼跃龙门，是是是。天龙天杰地展鱼跃龙门。是，谢谢。这些聪明的边境牧羊犬真的太可爱了，玩起天旋地转要龙门，狗狗们都玩得吓吓叫。我才不相信艺人朋友能比这群狗狗来得厉害。天旋地转，要龙门，要龙门，对。我们请艺人先示范了，嘉伟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六圈了，女生六圈啊，女生六圈，对。那男生呢？男生8圈呐。哎呦，那跳过去就3000块了。跳过去3000了。对，两层摩擦哦，两层门就6000了哈。好，预备，预备，六圈，不能停顿哦。我们转这边嘛，要快。
以为可以就是顺势把竹子红瓜哥的单子比较稳，跟我上次一样，对，转完一直这样，结果你觉得你那个洞来了呗？对，一起跳就撞住了。不是，你根本没有跳，你直接撞过去，你没有跳，还是爬上去。对啊，跟我们也很像了，直接感觉是跳，但是飞不起来，完全起不来。这一关要过太难了。对，那新龙大哥是有办法的。哎呦，刚刚你也算是有了。预备，来，八圈，八圈，八圈。可惜摸到一点点，不然他会过的。好强啊！不是，他在那边停太久了。对，他这边也停太久了吧？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而且你在那边停太久也不行。对。好，来来来，那个明姐，好，明姐，好来，明姐，六圈了，八圈了，八圈了，十圈了，标准拿几圈了？一，所以你一定要向门的左边冲，对。哦，因为我们是往右转，对。所以你向准那个格子跳上去就会变这样。好，所以你应该向那边冲。哦，这个道理我简单。对对对，瓜哥了解，那瓜哥试一试看看。我试啊。左边冲，往右边撞，往左边撞。竟然这么会讲。圈嘛的，男生是三八圈，哦，但是年纪的话有分呐，有分。如果是这个68岁以上可以六圈，不是，我一定要压轴，我一定要跳，但是我要压轴。我现在还看谁没事的，曾伟忠来，来来来，伟忠，你们先跳完之后来教你们怎么跳。瓜哥，我最近有新的作品发行了啊，跳过再说吧。好好好，要先提一下，一开始哦，先提一下。看你还练得蛮壮的，来，先唱完先唱。好，张伟忠啊，一，投地，三，投地啊，四，不要投机木的，张伟忠，六，投地，七，这前程够，走，往左一点，往左一点。你是往右边，你又往左边门往左边，对对对，你是整个钻过去的，你太厉害了啦！你有练吗？怎么可以跳绳？因为我就想要顺那个丝就让它旋转过去。但是你是瞄准那个框吗？其实就感觉，感觉，感觉框好像在这里，好就跳。哦，那但还是要往它的旁边一点，因为你跳起来一定会。对，所以我的哲理就是，你就往左边门，往左边门槛去跳就对了，门的左边门槛去撞。那你的新作品叫什么？叫《勇士庸俗》。庸俗，我这张是全创作专辑。勇士哦，对，还有跟自己写曲。哎呦，对对对，要唱听要唱吗？啊，要。我的灵魂，我的身躯，奔跑为自由，一半野蛮，一半温柔，倔强莫忧。哪有本事，什么对手拢不是对手，永远坚持叫咱天生的勇士。就里面只有他跳过，男生都没有跳过。接下来这个第二个跳过就是我了吧？就是你了吗？瓜哥，好，瓜哥说往右边转就往左边跳。瓜哥，你要不要挑战往左边转，往右边跳？两边一样，其实一样道理，道理是一样嘛。习惯我的步伐是什么？看左边右边，我是左，如果这样跳，对啊，往那边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关系。但是你看，我是标准的哈，标准的。好了，上去了，上了，上去了。来，天旋地转，一样龙门，请开始。对的，一样的，对，标准的，标准的，套在这个。
怎么样？你后来你往右边跳，我跟你讲，算错边了。他不管是瞄左边瞄右边都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没有跳起来。有啦，你没有，有跳。那门怎么会垮？对，但是那你要垮了。没有跳起来啊，有跳。他有跳起来。其实我刚示范也不是一定要跳过，但是我觉得大家每次头都是这样。哦，太远。哦，你要从左走。头要标准。额头靠在这边。观众朋友看清楚了，这是标准姿势。这门不要做那么高嘛，不过说实在，不然你又垫高了。那没有啦，你这样不容易了啦。你刚转的这么标准，然后呢这样的高度，你有人在跳，真的不容易。我们也是转的那个头都那样。对呀，来做一次给大家看，示范正确。对，我最近看他背影很漂亮。哦，你说 FB 啊？我说那个是截图的嘛。那个是修的啦。修的吗？修的，骗人的。啊，骗人。来，我叫他传正面的，你干什么？哎，还没有传，还没传完，叫他传正面，他不敢传。那是骗人的。对呀，私密传正面什么不能看的呢？我是私密还传给你啊？我是他长辈哦。哎，那个关心当中的是我本人，好吗？没有传了，没有传了，头要做这件事，做这件事吧。不错，磨到了，他已经没有碰破。啊，谢欣，我们承认那张照片是你的了。啊，这样就可以承认了。OK 啦，谢谢。啊，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大家没有你 FB 不用摆了，不知道。你去看看，那个太夸张了哈。哎，来，哎，老板，刚刚那个老板，那主人，主人。啊，你刚刚等半天，我们示范八个给你看。谢谢谢谢。所以不要辜负大家，一定要标准，好不好？来，跳得过三千了，三千了，八千了。你们头压紧，头压紧，靠紧啊！来，一，快点，快点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他在晕，小心，旁边了，来来来，冲冲冲，过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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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，旁边了，他在起跳了那一下，还是不平衡的。都会往右边偏，一定会的，因为你转那边嘛。好，虽然没成功，我们要鼓励一下呢，来奖金2000块。谢谢你为狗狗带来精彩的表演。吃肉松，是是，狗应该可以吃狗饲料吧？是是是，这给你们吃了，谢谢谢谢，买狗饲料啊，谢谢。谢谢，点点，来下面。你是你是谁？我叫王玉涵，我是世界飞盘就世界飞盘冠军，世界飞盘冠军，同时也是世界轻女组的纪录保持人，纪录保持人，十元纪录，十元飞盘是你一个人玩了？对，个人赛，就是有主人丢出去，你过去把它接起来，不是，那是什么玩？哦，那个不一样，我是人，是打18洞那种，不是，是丢远，就是我丢一片，然后看谁飞盘飞得最远。你看谁最远？你现在丢最远？你现在丢多少？139公尺。怎么可能丢那么远？139公尺，139公尺，你连照都要叫很远嘞。139公尺就是中外野全垒打的距离，差不多。你可以飞那么远？139公尺，他们从台北的东区丢到垦丁？没有啦，300公里啦，没有啦，300公里。139公尺很长啊。就是中外野全垒打上观众席耶，怎么可能？你的飞盘可以这样？一飞飞130几公尺，有装马达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手丢了，用手丢。这是我证明。我看这什么？哎呦，第一名哎，第一名啊！奖牌啊！哎呦，台湾之光哎，王玉涵选手，104年度飞盘，之前旧的，那你新的他没有给我，新的你现在还没拿来，你一百零六年也是第一名，对，哎呦，所以你现在没有人能打破你的记录。就是我这个组别，我这个是7岁以下。在全世界有比全世界有比你丢得远的吗？有。有啊，他们丢最远多少呀？最远男生丢到370。哇塞，好贵啊！等一下，肯定了。公式，他等一下，那个飞盘怎么可以在空中飞那么久啊？等下我们到那边，我示范给你。到那边，我们找机会，找地方让表演秀一下。对，这个很难得了，来，你这个先收起来。啊，那是说没有人赞助他有点可惜，这个费用会不会大？蛮多的。蛮多的，大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从玩飞盘到现在花了多少钱？
有没有算过？没有。十几万、二十万？一定超过。一定超过。那我们节目可以好好补助你3000块。嗯，好。补助多少？不是不是，我们的不无小补嘛。对，我们先看他玩游戏，待会看他表演。你先来挑战这个，待会我们丢飞盘再来算奖金。对对对，这个也要抢奖金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先抢盘了。这个要先送给高。啊，谢谢谢谢。你看，这是我的画像嘛？啊，是吗？哇，这是太感人了。这是他吗？对，很酒窝，对，很酒窝。你看我戴起眼镜就是这个样子，拖到十点了，样子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我吗？是我。这是你。他了，哦，玉涵，玉涵啊。对啦，你所有的人送瓜哥飞盘是对的，因为他说他家可以有空间丢飞盘。130公尺应该是没问题。130丢没有，飞一半就掉下来了。好大，飞一半，好大。来来来，你就这样这样。其实我戴上眼镜就是我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看看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哪里像？哪里？是哪里像？你说出来哪里？眼镜啊，跟脸型啊，发型啊。发型。我就请问一下，你看就看，你为什么头要一直这样？因为这样脸比较小。比较尖的嘞。那个下巴是尖的，是他啦。好了，就他了。不要勉强嘛，很多事情不要勉强。这眼睛很昏呢。来，自己爱戴。3万6千了，一位。海丽，加油！6000哦。来喽。来，请就位。来投，趴着来。一，三，开始跳了。四，五，有可能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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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团云的感觉都没有。标准标准，3000了。完全不晕的感觉。完全不晕，赶快继续啊！来，继续啊！继续去，8000了，8000，8000，继续来吧。8000来了，来来6000了，8000了，来8000，快快快，来来，1、2、5、6、7，往上加，6、7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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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左，哇，好躲波浪了，哇，好躲波浪了，这波浪了，不行，只有第一次而已，对，那上次有累积3次的，有3次的，6000、8000、10000的，10000的有，来来来来来。第二次为什么直接撞上门呢？太晕了，太晕，太晕了。沿着又过来，然后又八圈再过去。可是体力也是要练呐，对，他蛮不错的。你第一次起跳还蛮标准的，嗯，对啊，蛮稳的，蛮稳稳的啊。对对对对，现在还晕啊，还晕，还晕。那我们颁奖啦，好来，3000块，3000块，3000块可以上奖学金。奖学金，刚刚才过了6000啊，6000万下去的就是12000了。对啊，好可惜啊，这好可惜。你有没有再跳？就24万呢？对，不是哪里跳那么多？24000啊。两万四吗？你怎么跟董哥一样数学那么烂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怎么可以第一次来我们节目这么上模仿董哥？我防守，我防守，好不好？我有功课做了。真的不知道。你怎么把角色扮演的这么好呢？真的不知道。来抢饭碗。来，你刚刚说飞盘表演，现在可以表演吗？好不好？100多公尺的。100多个没有这个没有距离啊。这个空间没办法。哦。那你要表演什么？可以让它我丢出去，它会回到我手上。会回到你身边。你也瞪来的新兵，瞪来过新兵。来来，气罐满。来，你要试的是说，因为我们场地没有130几，对呀，他要折返，折返，你呀呀，帮机登来文新兵，来预备，刚刚好唱到的，兵也演，然后就结束了，哎，不会被抓，好来哦，来看他怎么飞盘回来，登来文新兵哦，啊。哎，记起来会知道位置哦。对啊，你知道弱点哦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对了，我跟你讲哈，有点弱要气势哈。对对对，来来，不重要的。摔一点，摔一点音效，摔一波。有没有？你可以用2只手接啊。对啊，你2只手很帅啊。2只手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想表演这个？哎，对，因为。我可以让他飞回来，让他飞回来很厉害，但接不到，还是这样。哎，你丢，二垒手来接，对嘛？二垒手，我们黄金二垒手就搞定了。要共同合作，对吗？你刚刚2只都漏掉了，怎么完成呢？三垒，那么先二垒。外野，我要防守，防守。不是、啊，你从原地跑了，你不能这样的呢。他丢完你跑嘛，你不能动哦。预备，你自己量距离啊。当然，当然。预备，丢。哎。当然接了，飞翔上被接杀，来，新龙哥来，三垒手，三垒手，三垒手，
往上掉。哦，原来不太。真的好棒，真的很棒，很棒。我想这个不好接，一边约很好接啊。来啊，来，你找那个谢欣啊，我谢欣，三连手，三连手，用力啊，用力丢，你用力丢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好，赢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看到没有？过头了，差一点。那断的，所以男生判断你总是比女生，所以女生常常在爱情当中呢，常常迷路，就是这样。对，男生判断迷路，迷路什么的，迷路迷路讲迷路。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要硬接，不要硬接，谢谢。我来站不起来，用力丢啊，用力丢啊！好，来看看女生是不是判断能力真的有差别啊？女生就是接不来，对，很奇怪，女生接不来。男生不会迷，女生会迷路，女生迷路这样。为什么？对，迷路。我跟你讲，跟我就有点累，好不好？这个没什么。接下来示范呢，你丢最远，比如59公尺回来，我可以等他五秒，没关系。啊，我远回来接才难，不是这么近接的。所以这样算时间的。对对对对，刚刚丢都没有10公尺，你希望这个要丢到30公尺再让他回来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，不用急，没关系，让他转回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你接得到吗？接得到。哦，牧羊犬来，牧羊犬来。我们飞盘高手可是能直出139公尺的哦，瓜哥，你真的要让他丢这么远吗？我们还是帮你一下好啦，让他丢出去，我们再轻轻帮你扔回去，你只要眼接到就好，这样还没接到可就帮不了你喽。远吗？走吧，走吧，我这个很远，我这个远，这么远，不敢了，太远了，这个回得来吗？回得来吗？飞机都下降了，好远哎！瓜哥，看你糗大了。我们要让你一次就接到，但是你没接到，算 NG 好啦，再来一次，这次一定要接到哦。这个很好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回得来吗？好久，好久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大哥，你要我们演几次？你要接到，你要演几次？是是是，哎，回得来吗？回得来吗？算接到了，哎哎，这飞盘不容易耶，这不是一般人说要丢就会丢的呢。真的？哎，为什么我那么喘？你也接不太到哎，光头。这是靠旋转啊。本来想让你表演一次就帅气接到，但是你接不到实在太好笑了，怎么可以不让观众笑一下呢？不好意思啦，看你追得喘吁吁的，我相信观众朋友一定看得翘嗨嗨。我们现在到这个场地呢，比较没有风的阻扰哦，啊，就可以射击比较准一点。嗯，好，你手上拿的这个，对，我要送给大家。你要送给大家的，送大家哦啊，这是我的，你看这是我照片，你看啊，不是你的照片，是瓜哥的脸。来来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哦，休起来休起来哈。今天来抢奖金的啊，刚刚有抢到3000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接下来你说要玩什么？要玩什么？定点啊，投准的，对，我们因为没有那个130几公尺，但定点也很重要。是，你的飞盘必须通过，那是一张薄纸，哦，冲破，哦，是的，飞盘你要鱼跃龙门就对了，冲破过去2次机会，过一次。就是3000了，哎呦，两次不过射龙门了，哎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准不准？看这一次哦，准头很重要。预备，加油，台湾之光！这是国台湾之光啊，有那么准吗？还有一次机会，还有一次机会。我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哈，不要转了。加油，来过来啊！准吗？哇塞！玉安如准吗？玉安如准吗？哇塞！花2次机会，花了两。
两次把这个打破了，接下来挑战下一关呢，也是两次机会。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说什么郭宗佑跟明杰两个人搭起友谊的桥梁。啊？什么什么？搭起友谊的桥梁是什么？搭起友谊的桥梁啊？怎么搭？就像来谢欣哦，我们两个。这样子。然后呢？那个要必须这样经过。过来哦，对，我们脸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打到脸不会痛啊，不会痛啊。破嘞，脸呢？怎么打到头比较好？你是什么心态呢？好，你好不容易来我们节目了，明姐，你不相信他的？我们要相信，你不相信他的？我们应该可以用这个丢吗？不行，来，请就位，来，你们靠你的腰力能把洞撑大就撑大，撑大。哎，你们这摆了一个爱心哎，好好看哦。你刚有闪了一下，都是什么？闪了一下。你有看飞盘飞过来？我刚看到娃嘛，飞盘飞过来，对，快靠近我了。我就说嘛，那飞盘飞过来很恐怖啊，对不对？体验一下，你要相信他，蛮准的，台湾之光啊。那接下来用棒式，棒式啊，哇，这样子很窄耶，来哦。这样可以吗？哎呦，请撑起来！他自己要撑，这样可以吗？撑起来，这样会刮的手到哦！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不敢！好，来，你试就可以了。感觉怎么样？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刺激哦！很刺激吗？对，是想要再一次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哎，大哥大哥，你想干嘛？我想用别的方式，会不会更刺激呢？哦，怎么样？什么姿势？哎，赶快赶快！什么？我相信啊，台湾之光啊，好厉害啊，人之光啊，这样子胯下也能过哎。接下来就更困难了。还有啊，就是由我个人呢，不戴安全帽打我的头啊？怎么打？开玩笑，你说打到头才有奖金？对，才有奖金啊。怎么可能？你会玩这种东西？对对对，你戴安全帽对不对？不是我戴安全帽，别人戴安全帽，但是我头放在上面打。这假的？真的真的。安全帽给我了，我要先讲，不然大家不清楚。安全帽就是有一个人戴安全帽，我头要放在前面嘛。那打你的脸，打我脸，打到头，打到你们就算失败了。打到脸才有办法奖金，才让高额奖金。非常不长眼睛，不要留遗憾了，郭哥。OK， 我相信他非常，你也不会用力啊，他很轻啊，就是点到为止就点到为止就对了。哦，好，那什么？对啊，那谁？谁啊？谁戴？安全帽的话，这个部分的话，因为早上我们是有抓造型，头发会乱，头发会乱。我的头要放前面，也不能戴啊。那就找前面，找那个啊，他了，会乱的啦，他没有头发。你没有抓造型啊？好，来来，你头发不会乱啊？对不起，你的头怎么变我的头？不是啊，你要戴上去戴安全帽而已啊，对啊。然后光会在你的头。对。重点是因为我们都要抓头发，这什么赛事？我头 OK 啦 ，OK 啦 ，OK 啦 ，OK 啦。不要怕。哇，那个卤蛋你怕什么？加油！还是极限了吗？极限了吗？主流枪吗？是主流枪。有什么关系？就是讲你头靠上去，你要坐好。然后发哥头要上去，你不要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这样。对，我接下来，我要把这个头靠上去，然后打到你的，哎，你要一打到头，但是不能那么近啊，要远一点。我想这次要打到脸才有奖金，才有奖金啊。哎，我真的要跨上去就对了。对了，我说比喻啊，我的脸给我来。什么比喻？瓜哥就是有勇有谋啊。我知道。那什么都没有问题的。对，大风大浪，大风带头做，带老船长了。OK， 好，就这样了。就这样子。这是你的脸是吧？打到脸是吧？对对对。好，准备。不是你的脸吗？对，就这个脸啊。那就变怎么变这？哎，这个好像是他的脸没有错哎。就我的脸啊，这没有错啊。在你，而且在你头上。哎，你不要乱晃嘛。
对了，你第一次来怎么那么难搞啊？带好嘛。坐好，不要动啊，不要动。哎，你这种脸，你真的很想打。真的。来，阿玉涵，来麻烦一下。旁边的棒球队小朋友，不要动手哦。你们这个很难啊，不要乱动啊，你乱动影响。很准的啦，前面都这样看来。两句两个啊，你试水温，对啊，你试水温，哎，有双枪打我，等于摔下去了，有两次机会。第一枪就是一个目标在接，试水温，你不要这样子嘛，是这样子吗？对不起，人家不是故意的。你有带枪干啥？你有大量干嘛？对不对？试机会，有两次机会，知道？来来来，烦死了！还因为打目标，目标不要乱动啊。打目标！啊啊啊！打到了！厉害厉害！打到了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哇！所以第一排一定要量距离嘛，量距离，量距离。常常打第一枪就是调准心了，你这么冲动干什么呢？安全帽，安全帽拿下来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其实刚刚直接是打到你的脖子。你帮我拉一下，你干嘛戴丝袜？不要戴丝，你不要。安全帽弄坏，也是拿不下来。哦，好紧哦。好，红了红了红了。来颁奖，我们6000块。鼓励一下，鼓励他，鼓励他，鼓励他。有，我2000，你4000。好，瓜哥也加满2000。对对对，应该啦，哦，他好厉害哦，太厉害了。说打哪里打哪里了哈。哇，这个节目的高潮。刚才说打哪里打哪里。对对，说叫他打你脖子的。我第一次来。来，谢谢谢谢。加油加油！赞赞！谢谢。来，我们继续送幸福。对。今天真的很荣幸能请到这位杯盘小英雄来上我们节目，也让观众认识一下这位出国比赛拿冠军、替台湾争光的世界级杯盘国手。接下来也是国际级表演团体要来和大家见面的哦。快哥快哥，哎，今天现场这么热闹啊！对，我可以介绍一个我体育界的好朋友出来表演给大家看。体育界还有好朋友嘞？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四大运的表演团体。还有四大运，还有这种朋友啊？有啊，是吗？国际的，国际的，快鼓掌一下！来来来。飞茫茫，那道天真悠悠，到处都是手心好戏，头脑吹来，你为何泪流百面？像是我的烟火，心中伤口结痂，只有一口饭。还有那个结合他们那个主题的部分，还有结合舞蹈部分，流行的音乐，笑容染红夜空，化作心底入梦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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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
去年在世大运的这个舞台上有表演过这一套。对，有表演过，这是精简版的。精简版。精简版。所以你们这个排练大概花了多少时间？我们前后大概花了半年左右。半年。对。没有。你们每一个都是有这个跆拳道的底子。对，我们的品势教练站在我们的正后方，他是品势的世界金牌。哇，教练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辛苦你了。漂亮。对啊，那教练其实也是会那个流行舞蹈嘛，不然怎么会把这流行舞蹈结合的动作？那是因为我们就是比较想要做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事，然后刚好我们队友去年在世大运也有出赛。啊，这个团队的独特性啊。是是，有刚刚有看到了。哎，瓜哥嘞，瓜。哎，没有空来，球快来！哎呦 ，Are you ready？ 哎呦，他怎么上？哇！哎呦，没有。唱的了，你有没有练过这个很危险的、啊？当然练过铁头功啊！铁头功是练，这绝对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可以，不是开玩笑。红的嘞，你这个叫什么？很痛很痛，红运当头啊！红运当头，真的。2018888，我刚为什么要出来呢？你就跑第一排，不是啊？关键你就是太爱管闲事，人家表演要破铁头功，你又跑进来，你跑进来只有打你的头了，打谁？对啊，那这本来是你要表演是吧？对，现在两块，两块，现在两块二，两块，太厚了。我带来的是我的品势团队。对啊，对啊，刚刚。前面我主导先打几拳，然后翻转。你刚刚说你前面怎样？前面打了几拳。你刚刚那是什么？前面那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，跆拳道啊，这品势啊。没有，你刚刚说，你刚刚说什么腿短？你们看到腿短，一节、两节、三节有没有？有三节啊。可是你虽然三节，可是高度跟人家不太一样。一样啊，一样啊，来一起，三节啊，三节，对。左腿啊，右腿吧，右腿。啊，一边，一起啊，来，一节、两节、三节。很清楚呀，第二节跟得到，第三节就跟不上。太高了，这两个团队相见，我们要送点奖金给他。还要什么送？送奖金一定要找金主啊！啊，找金主。我想玩个游戏，但是我先把游戏规则还没讲之前，先找金主把马加好。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金主出现，来欢迎我们董事长。哎，董事长。哇，跟乡亲问候一下哈！各位咱的敬爱乡亲，时代大家好，今日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新式广播厅，来看咱瓜哥的这个大节目。谢谢啦，谢谢。这个是新式广播，先社宫，就是八种龙四神的守卫神，叫先社，也就是神龙。哦。所以拜神龙大帝的庙叫先社宫。哦，神龙大帝。神龙大帝。哦。所以这个庙多久啊？264年。这是三年半的过节了，所以三年半大拜拜就是这个庙神龙大帝圣诞。是啊，所以过去呢，农历四月里哦，流水席办一礼拜。哎呦，你看这也是神兽哟！哎呦，来，我们这边可以对上了，这一则是
姑娘哈，这是我们2000年的时候制作的，这留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。这个哈，这个招财，然后镇宅，平安，所以很多人都来求这个东西，放在办公室里面，或是放在你的这个办公桌上。金库可以吗？金库，卖晒哦。你到金库卡大，黑气才多啊。不，不是卡大，因到金库足济。不啦，但是你别再个收金库来，你放顶头啦，放顶头。招财招财，这龙头龟身麒麟尾，我厉害嘞！你能了解？我就了解。哦，你就是拜这丢头匠的。你讲，你讲，我这样就不对了。啊，顶头古星级里面就是神兽了，神兽是吧？还贴了一个神龙蛋。这个很难得，我们一年就是送出去不是很多的，所以这次要给主持人了。哎，谢谢，上帝几家，上帝，谢谢，谢谢。等一下，你上脸色，但油一泼你还下去嘞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还听录嘴，听录嘴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高架桥，我矮啦，我矮啦。你矮上，你矮上啊。窗户打开，用高架桥。你们来的球在，这人的礼貌，当属定在对战朱麒麟，对不对？不然你们想要对不对？想。董事长也有提过，你要那比赛拿冠军才有啊。对，我们有比赛，有奖品，还有加码这个。对对对。好，那好，这个有提供出来多的呢，我们也给人家争取嘛，是因为我们看我们节目的也想分享这个。哎呀，这个过年的就喜欢，何况观众朋友也会上我们 FB 啊，我们到时候也会送给观众朋友。好，那这样董事长这么大方，那我们先进行我们的游戏啊。那跟龙有关系，我们玩个游戏，飞龙在天求好运。哎呦，来踢球，来踢球。感谢妙方提供这么棒的大礼来送给支持综艺大集合的观众朋友，各位一定要好好守着节目哦。飞龙在天求好运，今天除了这两组跆拳道选手之外，我们的艺人朋友也要来参赛争夺冠军，听说冠军也可以得到一只神兽，各位加油。飞龙在天求好运，今天大家求个好运嘛，开春今天没有踏板了，从250开始哦。那你们要团队合作，怎么样想办法把它踢到，每个人每一关里面有一个人踢到，升到275你可以换人踢。每一队有失败一次机会，失败一次只有两次机会，补搞一次啊。嗯，今天由我们总干事啊，也这边加码了。总干事，谢谢谢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大家互相帮忙啊。来，我们先从品师学弟开始了。好，你们先来啊。各位学弟们啊，你们现在要怎么样去？学弟踢到250，你是学长啊？有，刚刚嘛。叫他学长。我们第一关用一个阶梯的方式，阶梯三个人的背，哦，你踩背，对，一个阶梯的方式到最后一个，然后一个弹跳上去踢球。啊，只有补考一次机会，来请就位。好，用阶梯式的一个踢。他们用接力的方式，听哨音啊，听接力的方式哦，像跳马背一样用踩的，这个算难，这样踩得上稳吗？预备，250起跳，可以啊。好，品次队，好，看看他们用人体接梯踩踩。多贼哦，太高了吧？不是，他有点他的脊椎没有稳住，一个歪歪的。补考哦，第二次哦，加油！补考，补考哦，小心啊，踩稳了。嗨嗨，不要紧张啊。又有一个。接下来一人，你不是站出来，你不用站出来。一人，是谁要踢？现在谁要踢？谁踢？因为现在我最瘦，就我来踢好了。对，我们第一个先用搭墙的方式啊，跟他们一模一样。没有，不一样，我们两个组合阵容。对，他们是直线，我们是横排。你当墙柱，我跟伟忠当墙面。墙面，那你从后面踩上去。好，那请就位。好，这样怎么过了？什么意思？什么？这样怎么过踩头？你的头这样子走。我们翘一点。翘一点。好。好，然后下压低一点。好，明姐现在觉得明姐要顶住他们两个，让他们两个不要往前啊。你要踩这里上去啊。对。好，好了，预备。走。预备。走。明姐顶住了 Terry 伟忠。我们踩上来。轻松，很轻松。我们的学弟还要补考一次，你们都不用。好棒好棒！哎，跟我，哎，跟我，来来来，
谢谢。那你们的策略是什么？只有两个人啊？对。只用两个人？没错没错，他在那边帮我撑，然后我会踩后空翻双击脚。后空翻？后空翻？这么低要炫技啊？后空翻？你只能靠低炫技。后空翻会不会对不准啊？还好还好，那就顺着。好，来请就位。哦，他要这样，他两个人就可以完成了。今天要给，可以，可能，还有没有两只脚？哦，精彩的哦，加油！一个脚的，加油！后空翻，哦，对，哎，这个对他们来讲，三百也很轻松啊。对呀，哇，好，首先。恭喜三队都过关了，恭喜！接下来250就要升到275了，横纲量一下来，275已经升到多少？来，奖金4000块钱，4000了。来，北叔，你们策略一样吗？换一个，策略罢了。你说换人呢，还是换策？还是我？还是你踢？那换一个，就是一个人这样子，一个是在耍帅吗？手要这样，踏板的感觉。踏板，真的吗？两个人合作。三个人，一个人在后面辅助。OK， 来，请就位。好，像有办法弄。他踩那边，然后往上踢。要开玩笑喽，这样怎么办？哎呦哎呦，躺着哦。来吧，好，来给他鼓励一下。来来来，新朋友。每次他换了一个模式。踩准。这个有点像跑酷一样，踢墙面往上。对，墙是硬的。哎，但是它是软的，小心点。国内厉害，哎呦，国内我们学弟厉害啊，对啊，这你们会有撑全场吗？你这个踢到300也没什么问题了，对啊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对，我们就抄袭他们吧。哎，你们可以学。抄还不会抄嘞？不用，我们一样是用墙跟柱的道理。对，这样啊，没关系，因为他们只会这种方式。没有，换人踢吧。我们不用，一样还是中立啊。还是我来。你要干嘛？你来干嘛？加油！你们也好苦哦，你算了，来就位，你们踩到那个肩膀。你们好，275。好，还有我们郭宗佑，这次一踩，哎，这次一踩，哎，轻松有踢到了。加油！加油！275哦，很轻松都过了，看你们了，都中了呢。你们一样是吧？对，一样，他一样啊，他对他来讲太轻松了。后空翻应该翻到400了，他。哎呦！好，一样是后空翻的踢马，走。他这个到300多都绰绰有余，应该有，倒钩啊，对，而且还只用两个人呢，三组很轻松都过关，接下来要到300是一般很高了，我们一般很难跳的300了。奖金多少钱啊？300是6000了。对，你们的模式要改变吗？有换人了，换人了，换一个比较轻的，换人踢踢看，轻的。换你们的正式呢？正式两个人，是这样吗？对，这是两个人，这样子。哦，谁要踢？我踢。你踢啊！好，来，你过来这里。好，请就位。好，加油了。我来把它量一下距离，量一下距离。有点拉拉队的那种感觉。拉拉队的，往上推哦。嗯。这应该没问题吧？李飞，来，我们加油！来，有人踢踢啊！踢了！这个有一点辛苦哦。对，那这个会不会又踢到400？踢到400也是可以这样踢。没有，应该推不上去哦。哎，我们可以抄他模式啊。对啊，一样的模式。那现在谁来？我们来。你在投？你在投什么？来就位。好，对，你们屁股贴紧。好，是一样的。一样啊。都一样的。你脚出来一点。对，好。他不管什么方式能踢到就是好方式，来，贴紧了，来一杯，贴紧了。明杰的妈妈很喜欢看我们节目，哎，节目。明杰妈妈看不到明杰在哪里，紧张啊！好，来，郭宗佑再踩，再踩，有看到。两个人帮我顶，然后我跳起来。好，跟刚第一组有点像。来一半。好来，哎呦，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哎，哇，这个随便踢，这个500都加500都到了。这个可以学啊，这可以学啊。你们你可以学啊。不要跳了。你们不要脚不要抬。哎呀，膝盖踢也踢到了。踢500都可以了，那就踢五。
鼠呢已经晋升到多少？10000了吧？10000块钱哦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是要跑动。哦哦，不能用刚才，要跑动。哦，不能静态啊，站起来。你用什么方式都可以，但是一定要跑动。要冲过来。来，第一组请就位。来，怎么跑？怎么跑？跟刚才第二回合一样。跟第二回合一样。来，可以啊。好，用侧边的。对，侧边。跑酷的跑酷模式。325的一个高度，预备，酷酷的踩墙面往上一蹬，踩一下，踩一下，哇，厉害厉害啊，哇，这个厉害，厉害厉害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，你觉得这个模式打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对，有可能哦。来，我们呢？来，我们选他吧，你们换方式。明姐有什么招吗？还是这样？策略可能要改变。啊，改变了，改变了。这样他会踢吗？不是，他躺好了。明姐休息，我们两个来。你要什么？一样是跑动嘛。跑动完之后，他踩着，让他踩一个点，然后让他上去。可以吗？他都没信心的。是，你这样他要踩很稳才能上去。还是一样呢？你刚刚那样就好了。撑住哈。刚刚那样就好了。高度调高一点。对对对。你们就跳高一点。明姐妈妈再度看不到明姐的脸。是吧？那你们身体不要太低，好，再低一点。你可以跟你妈讲话了。手撑好哦，踩踩他的腰啊。我终于有自己的力量了，有一点踩不上去哦。对，危险！一人队过中右，中前招。在325的这一个阶段，我觉得有一点极限了。笑没有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只有失败一次而已啊。失败一次，没有换台，没有换。四缸那个，他蹭起来了。你是困难在哪里？就是起不脚，起不了脚。对，因为他第一步就很高了，他到第二步上不去了。那怎么办？作用现在用什么方式？快，还是就像你刚刚讲的，用那一招？对，对，是对的。你只有那一招啦，你学他们啦，就拼了吧。好，像这么高，他跳上去，真的要拖一下吗？他一步之后，他们往上，往上顶肩膀，然后跑，一二跑。你要跑哦，明姐可以站在这边给我一个安全感。好，来，明姐，你救我，你不要跳，不要抓我们那个醒姐哦，抓一个醒姐呀，你不要这样，听你说要抓那个醒姐哦，醒姐，好，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帮你醒姐哦，啊，加油了，郭宗耀最后一次的325起跳。郭宗耀最后一次的325起跳，现在，现在，我看这没有练过就是不行，完全没办法，我们算放弃了，放弃了。这两次失败，一人组淘汰了，该你们了。淘汰，我们惨遭淘汰，两次都没过哈。你们有什么策略来？我们这次是一样，他会帮我顶，然后我会从斜后方那边往这边跑，踩他。好，来，你坐。好，来哦，准备好了，已经让到最后的位置了，预备。对。来看看这一次起跳325的一个动作。哇！325的一个动作。哇！太扯了！哇！太棒！没办法，因为我们艺人就没有练这个，没练过，他能听到这样。我们先为艺人，我先为我们艺人先鼓掌一下。哎，还是给我们郭宗耀明姐这里很棒哎。没有，接下来就是他们两股相争了。对啊，现在要升到350了。350了，各位观众。350是多少奖金啊？350奖金是20000块了。两万元啊！20000块已经踢不到，越来越高了嘛。这个应该踢得到哎。我刚才看他那种踢法好像可以，有机会。350，来，你们来，三位，你们要怎么踢？跟刚才上一回合一样，一模一样，20000块哦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就位，好来，加油，加油，35020000咯，看是独的还是跟均分啊？预备，加油，哎，踩踩看喽，350的一个高度哦，五颗柠檬。就他们拿了哈。
样的，那大家跳的都一样。好，加油！斜的有点像要跳高了。对，他用那离心力。哎。350也被破关了，是。哎，现在最顶拉到顶了，你看拉给你看最顶了，这个最顶了，再下去没办法，3万块哦，3万块哦，来第一组，极限吧，极限了，3万块，看是独得还是均分呢？你们怎么弄？跟同一套，跟同一套 ，OK， 来加油，同一套，同一套，那飞很高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3万块，这个可以的。我明星队帮忙一下，这样。哎，这一个教练，每个有3次，不靠2次机会，这最后一关了，3万块奖金，看是独得还是均分。预备，球已经到最顶了，也没有办法再高了。哎，没有传了，哎呦，有卡又。你们怎样？你们怎样？这脚没踩，脚步没站对。没力气，脚没拆啊！你们先休息，来，你们补稿补稿，来第二组。刚第一组啊，脚没拆好哦，摔跤还跌倒都算一次哦。好，来急救会，好浪费一次哦，对方。你们跑斜了，400多了，你们。加油！起不了力，来，补稿，来，向后退，来，该你们补稿2次哦，起来，哎呦，现在补稿第一次，来一杯，好，一个，来第二次，再一个起跳，脚步算好哦，加油，这脚步要算好。踩这一腿，然后那一腿滑上去。你好像很厉害啊！我以前跆拳道的，少林寺的，跆拳道，我小学跆拳道。你小学专门被破跆拳道，专门被破头的。被破头，所以头发才这样，没有。可以了，也专门被破。来，补考一次完了2次，哎，要带回来，请。来，换你们了。这个可以哦。天哪，天哪！3万块钱。想不够，想被几百斤？我们应该，我们应该了，我们能开了，应该要上班了啦。怎么又能搬的？对对对，最后一次啊！最后一次哦！大家，加油！大家加油啊！加油！开能搬的话，啊！哦，我在起哦，我在起哦，我在修哦！你们想哦，学弟加油！加油！挑战这最高应该有425以上的高度，3万块钱。就焦点放在你们身上，是独拿3万，还是分1万啊？现在你们奖金有2万，你们两个啦，两队，你们踢到了3万就独得，他也没钱了，好不好？来加油，嗯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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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加油，加油！这是你最后一次的试跳，到底是独拿3万，还是均分1万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
们粘到球皮，还没粘到啊。很接近，很接近。哦，400人，是400人呢。差不多400以上啊，超过400。如果两边比起来，你是当然踢得比较高的啦。赢了，是你是赢。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再来再降一点点，我降一点，再降一点。OK， 好。哎，不要再高，再拉一点。OK， 哎，25000。每一队都有机会，你们先来，预备。应该要再。全力冲刺！我们来看一下跆拳道的选手哦，瓜哥现在呢，降了一点点的高度，给你再次发。这个差很远，来，二组来，请就位。没到过，请就位。他有机会，他有机会，他真的有机会这一组。25000。我们来看看他能不能再到这一点点的高度。他大概是408的高度。408。怎么会算呢？真的能跑过来。好，我们给你去了25000块钱。超厉害的，挥棒都是这样挥过去，然后还在挥回来。高度有，高度有，挥起来，厉害，精彩，精彩！为我们所有跆拳道弟兄来喝彩鼓掌，接下来要颁奖给你了。那叫几班吗？来，那个应该是均分那个几班够不？下午几班？下午几班多能蛮够，你来颁奖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有20000块嘛哈？对对。那你请你来颁奖。好，来，来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你真的就差那边，你回去看播出啊，那一只脚啊，吼，哎呀，悬念悬念，鞋子很贵，一双10000啊，来这边有10000，哎呀，帮你，我们的这个北区啦，那不愧是他们学弟嘛，有点距离，但是要继续努力，你们潜力无限啊，是啊，我们跆拳道之光啊，继续发光发热，再次谢谢钟老师，谢谢我们总干事，谢谢大家，哎呀，继续送进波，哎，等一下。冠军啊！啊，再加嘛，一人一只嘛，一人一只啊！那你代表好了哈。哎呦，一人一对一只哎，一对一只啊，老母啊！里面有一只，里面也有啊。手中握着六个，来一起摸，一起摸的啊！剩下一只了。龙龟啊，将来出去比赛，龙龟故里啊，龙龟啊，来，谢，继续送幸福。艺人队中佑虽然被淘汰了，但是你们竟然也踢到了300公分，真的是很不容易啊！今天飞龙在天真的太精彩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玩我是当力士，一开始就来玩双人版，男女一组合力挑战，秒数短的获胜。当力士，嗨，我是当力士啊。董事今天还有一位呢特别来宾是我们的董事啊，哎呦，这是你看他名字叫什么？黄银行，哎呀，真的，这是本名吗？彰化了。文公啊，你的名字取得好，有没有？这个叫黄银行，有什么金山银山或者什么金口啊？有这种名字？有吗？我金山公公们嘞，孙阿伯哦，金地金水金条金花，金条。我叫黄金库啊，弟弟哦，金库啊，黄金山，黄金山的，你名好个安尼啦，假货名，家你阿姐笑者，哦，行好啊，安尼好呀，安尼好呀，好呀，今天后面有他们支持一下，啊，有银行支持，没问题的，这位是张智能哈，哎呦，智能型的哈，哎呀，张董事你好，是，有没有董事啊，安尼好，我觉得这是个那葫芦兽三仙的，帮我们好好加码一下，来，我们欢迎第一组，来。哎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大哥好。你好。为什么说第一组呢？因为后面参加了好几组啊。是哦。是。第一组先来啊，你大名？许廷伟。许廷伟是学生。对。是什么学校？台北海大。台北海大有练体育吗？还是说有练？棒球队。棒球队。啊，棒球。以前过去当地是有看过嘛？哈。有。光这样去就很吃力了。今天玩法不一样喽，是两个男女合作喽。好。有。请问您本身在做？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海洋运动休闲系老师。啊，老师一定有训练的啦，不然怎么今天敢上台？对，你本身念体育的。我本身念体育，那我是指导
体适能，体适能，体适能啊，需要体适能，对，现在体育更体育对大众其实更重要了，对，所以要有这种老师，对不对？教你怎么样运动，你们两位一组，那你们就是第一组了，比秒数哦，秒数来回，我们总冠军来是6000块奖金。总冠军没有亚军哦，没有亚军，只有总冠军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就位。好，来，来，准备好来回哈。女生先到那边，男生再接手了。好，你们，我是当力士。好，还要回答这位女老师哈。你说单个速度很快也没有，他们均好，他们均速很好，均速还可以，均速很好，我都说他们均速很好，平均哦，没有 K 到，也没有特别快特别慢的，在几秒？19秒85，哎呦，你就记1985就对了，1985好不好？这是第一组的时间，1985，来，请休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来，第二组，第二组，大家好，来。这一看就是同学嘛，是吧？没有啊，是同学情侣啊。我是托米，聪明，托米，是你叫 Anna， 我叫傻米，一个负责偷，一个负责傻。Sammy， 托米，是律师。Sammy 跟托米，是啊，你们这个是什么健身房？报告报告，这个两个非常的面熟，是我们的教练。什么教练？堂的空中瑜伽教练，对，之前呢我都一直上不去，包括我刚开始来上中医大集合的时候，我都上不去，只要上去我就掉下来。现在呢？现在我可以上，现在上去就掉下来啊！现在可以跑两步，可以，现在可以了。现在表现那么好，都是因为在这边训练。所以推崇两位教练，你把他名字冠那么大，那就非得赢了，万一输怎么办？他是三个孩子的妈哟！看不出来，真的是训练很好，好厉害啊！很厉害，这是她的老公啊，是，对，哦，这老公是夫妻，要不要准备生第四个？好，我们尽量，好，来两夫妻来请就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听哨音啊，跟起跑听枪声是一样的，预备。这个重量稍微重一点哈，他们的能力啊是不容忽视的，绝对 OK 了。是，只是在默契上面，可能第一次玩游戏。来，请公布秒数。1966，1966，比较快耶，比较快，1966，因为他速度有个快有个慢。不要在晃荡的地方手办。好，男生后面追回来啊。好，你是1985的1966，记清楚就好了。1966，一点点，55年次的1966。来，请休息来。一组比一组好，来，请下面一组。哎，这个有一面，跆拳道厉害的啦，对不对？现在念大三，什么学校？台北市立大学，对，跆拳道组的。我是橄榄球的，橄榄球啊，你打橄榄球啊？橄榄球。可他没有特别壮哦，没有快哦。可是你没有看他胸肌？打橄榄球。是谁不喜欢他吗？没有。你学妹可爱吗？蛮配的哎，不错，都很搭。他笑起来有酒窝哎，你看看。对呀，跟我一样哎，橄榄球。
有这个部分哦，又不是美式橄榄球，这是英式的吧？对，我们是向后传，美式是往前传的。哦，可是冲撞也很可怕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你是跆拳道？跆拳道的，英式对的。刚刚看到了1985的1966吧？来请就。好。小妹妹，你不戴手套。好了，预备。好，预备了，听声音，听声音，听声音。不管秒数了，我想访问一下女生，刚刚看完男生刚刚的动作有什么感觉？他的屁股很翘，他的腰很有力，对，速度很快，他速度很快，速度很快，我们都在看别人，没有靠手臂的，没有，所以今天如果不算成绩的话，我们颁冠军要颁给谁？就直接颁给他们的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就是卡在女生没过关，在那边弄了几秒了嘛。对呀，对，但男生是又补回速度了。对啊，哇，好像那个虾子、毛毛虫嘛。虾子对，毛毛虫也对。哎呀，哎呀，蛙掉掉，蛙掉掉。几秒钟？2279。哎呀，输在那个地方了。79啦，2279，2279哈，2279。22秒79。22秒，来请就休息一下，谢谢。但是已经被淘汰，目前还是第二组的教练呢，暂时占据冠军。是，现在介绍到第四组来，请就位。欢迎。哎呦，小心小心！当当当当当当当！金龙哥小心！当当当当！哇哇哇哇！请问你们是？哇，这么冲动您是？是，我们是那个格斗家。格斗家哦，格斗自由格斗啊，就是 K1 吗？啊，不是不是 MMA。MMA 啊。格斗不是常常有那个电视台会转播体育台？有，我们2月3号在手球蛋比完赛过，我是业余的冠军选手。啊，你一定不知道，我其实是一位牙医助理哦。你是牙医助理啊？没错，拔牙就不需要牙医啦。没有，乖乖的，躺下去。对，哪一个那吧？那你是牙医助理，你做什么？我只是小小教练，你就是格斗教练。对对对，格斗现在台湾打的人多不多？还好，在起步。格斗元年，那我们有带我们的队友做一个格斗的展演，可以吗？献给光哥跟观众们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来来来，请到你。哎呦哎呦哎呦！自备这个，你要当靶。我是叫新荣哥。啊，新荣哥。请开始搬好搬好搬好。好笑。你刚刚没有打到。对啊，你。他没有打好啊。你自己来来给我给我，这么烂烂透了。拳真的很有力啊，很有力，感觉的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哎，这双拖鞋不错哦，好像还增高垫呢。对啊，哇，这个在家里就很好，很舒服。那另外我们还有请我们的进行式格斗运动馆的那个，就是我们的选手团队们为大家展演一下综合格斗的技术。我们现在就有请我们的队员帮我们做展演。好，来来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请问您是裁判吗？哈，来来，裁判喽，裁判裁判，来喽，请展演一下。好，美丽。格斗就是没有规则哈，没有规则，有他有一些规则，他有点像摔跤，扛起来的，知道吗？压他的中间呢，对，靠他靠他靠他，对对对，真的拳他没有，对他没有真的打，但是因为呢，表示真的比赛就是这样。压他，压他，剪刀脚，
膀不能肩膀不能落地，肩膀不能落地。裁判，你刚刚其实最后那个晚十字攻击，让就是黑方的选手，他的手肘的关节已经延伸到无法就拉住了嘛，因为刚刚最后那个是一个三角锁，转晚十字攻击的一个连续技，因为选手做的蛮快，这两位都是职业选手，是都是比业余选手还要再更高一个 level 的。对对对，可是你刚刚判断都是谁赢？刚刚是。红方，他用了在下位，虽然他看起来像被揍，可是他在下位逆转用柔术的技术把他跟刚刚一样了，我刚才是这样子，对，不是，刚刚是怎样？是潜逃是不是潜逃？但是他是用肩膀落地三秒就算输，看得懂看不懂，看不懂，摔一脚是肩膀落地，那你这个怎么说？格斗的话会是，比如说他被击倒，或者是他。关节肌被锁死了，他投降，他刚也投降，或者是拍对方，然后裁判认定他这个手已经延伸超过关节可以忍受的范围。了解了，嗯，谢谢教练，谢谢，你是比赛了，来谢谢，我们各就各位了哈，来，听哨音不要出现了，不要录那个，来呗。好了，看各位格斗的女教练，同时也是一位牙医助理，确实有。军术的有军术来，好，我先把腿推开，对，推开了，节省时间。我站稳，站稳点，往前看，我这边啊，我这边，他会飞，哎，有了兵，有了兵，他会飞，我就说吧，我们 MMA 啊，就是厉害，来，哎，厉害，啊，谢谢。请问一下，刚刚跟那个狗公药不一样吗？就频率比较短，三次而已。我们要那个三十几次，刚刚速度比较快，所以你还是觉得上一个比较有感觉的。他刚用飞的，对，他感觉可以带我们腾云驾雾。这跟上一组比是哪个姿势就比较好呢？你觉得他好一点，他好一点，你比较喜欢飞上天的感觉。不错，来看描述啊，比赛是成绩，又不是讲感觉。应该有机会哦。刚刚有第二组的冠军嘛？1966名次嘛？第四组了，大家看，请揭晓。1640。哇！这个是根本是17世纪的，我们怎么比啊？对啊，一六的数字的啦。颁奖啦！来，最后一组，我们一人组的酒。我要。你们两个吗？我什么？不是，因为我今天想要当一下公主。啊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人家都有什么瑜伽教练，你有吗？我有勇士。勇士，对，有公主就要有勇士啊，对，带了陪公主啊，陪公主。今天不配服装，陪她。郑伟忠最近好像也有练哦，有，很勤。对，希望今天能有好的成绩。当然，机会是靠自己争取来的，加油了，两位来，请就位，加油哦，有练哦哈。其实文琪很认真的，有没有？你是从过年到现在有进步很多了啊！有，因为我知道就是开工后一定要好好练，对，要好好练。但是过去我们看到曾伟忠在这方面努力，这个你也努力。我第一次过这个啊，对，我觉得他的秒数有蛮接近的，你觉得会赢吗？郭宗耀，我觉得也是16多，但是会赢吗？差个几秒吗？接近的，对，应该是区区亚军呐，哦，那刚刚冠军是16多少？1640是你们的成绩，接下来公布最后组能获得几秒？来，请看，应该是7秒，一人队1988，啊，最后一名哦，第四名哦，也是1988，慢的啊，可能慢的均速，慢的均速了，均速没那么快，感觉上好像很快，均速没那么快，是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冠军已经产生了，原来是格斗队的。对，撒千走，撒千，来，这边还有撒千，三千，一回能哎，我来了，来颁奖，谢谢，谢谢，很精彩，很精彩，好来，来我们这位小礼物，谢谢，来谢谢老师，还有老师的学生，谢谢你们。
明姐，哎，来了，明姐难得来啊，上我们节目是因为阿妈爱看嘛，哎，妈妈爱看，妈妈爱看的，妈妈爱看，妈妈在天上一定很爱看，妈妈看都说你没有来上过节目，哎，对，说在踢球里面怎么都没有我这样，他的脸都在滴血。那这样机会要留给他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做呢？要拼搏一下。我也来当一下。对对，当一下。你要今天跟谁 ？Terry 呢？对，那就我 OK 啊。对，他速度不会输你哦，他年轻人。但是这样玩就很无聊了。我们要来玩，选一个背女生的。玩什么？背女生啊？对对，你不会选重的很累啊哈。明姐，你先选好了，你先选。我感觉嘉伟应该蛮轻的。你几公斤？嘉伟啊，我42。你哪里42？42吧。好了，你选的是嘉伟，那就是 Terry 选一个，我就选亚当。亚当，好，那你说背女生当啊？对，没有容易，一定走不完的，女生走不完吧？但是走的距离谁长，谁就是3000块。我这算新的一个玩法哦。哎呀，3000块啊！新的哦。你没办法达标嘛？达标我们下来落地的脚，落地算后脚跟，好，落地的脚跟，跳远一样，对，后脚跟。来，请就位来，拼一下啊！来，尽量了，不要逞，不要逞强了。明杰，孝顺的孩子，为了给妈妈好看，来，预备，好，走。明杰，来，蹦迪下车，抓节奏，后面一样在摆动啊，还有虾子弹跳板，虾子弹跳板。来，嘉伟来了，很辛苦，嘉伟，你很棒，这个太难了吧？来，嘉伟，哦，明姐很辛苦，对不对？你感觉怎么样？很难前进，真的前进不了。哎，但是妈妈看了要感动，你跟儿子为了要来上这个节目，给我带脸吗？不好意思，还是要带腰而已。你应该很感人，很感人的。你那儿子很帅，是？那你妈妈看你这样也会蛮感动的吧？妈妈看她在后面也跟着明姐的节奏，哎，你的脚那么高，一直在前面撞，她脚没有夹，因为我要。下去，我一直往上，一直往上，然后男女生的配合也很重要，太难了，因为我在离心。对，好，我们第一组落到这里，虽然没有，还没有试过，到一半，但是 Terry 不见得会不会赢，我们都还不知道嘛。是，现在是 Terry 跟亚糖过第二组，来，请就位。来，预备。亚糖也很辛苦，亚糖你的，因为他随着 Terry 的节奏，因为他好像啊，因为不能掐脖子嘛，那我们干脆扶这里，哎，跟丝袜套头一样，来，没关系，来，给掌声给他们喝彩一下。那我们就颁奖啦，来，2000、1000，我们要颁给我们的冠军呐。哎呦，来，鼓励一下我们的冠军队伍，亚糖 Terry。谢谢啊！我们中汉叔，你看他们讲来到家里，老天爷很帮忙。你看一到，你看就录完影了，现在还在慢慢飘雨啊。天降甘霖啊！感谢了，真的是感谢我哦。感谢表演。啊，我那就哎，我够等啊，感谢来到家，我们这个节目结束哦，有 FB 很多礼物要送给大家。龙龟啊！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锁住频道收看我们的《Superstar》。